已经知道多项是 f of x 除以 f 除以 x 减2，于是是9，所以我知道 f of 2呢是9。除以 x 减3的余是14，所以 f of 3就是14。是求 f of x 除以括号 x 减2乘上括号 x 减3的余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令我们的 f of x 呢，就等于除是乘上商。再加上余，那因为我们的除式呢是二次，所以我的余式呢就要设一次，好，最多是一次。好啦，那我们有两个条件 ，f of 二带进来，二减二是零，所以前面这边整个都是零，只剩下后面这一部分，所以就是二 a 加 b 等于9。f of 三也是一样，带进去三减三是零，所以前半部没了，后面就剩下 3a 加 b 等于14。好，那从这两个式子呢，第二式减第一式，我就可以知道 a 等于5，那 b 就会等于负1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带回去咯，所以我的余式就是 5x 减1。